各位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《新义良坊火烧医院》的游戏影片。那上一次讲到他的妈妈病危了，那爱迪生建议他说去抱抱他，说一声我爱他。那我把那些都解一解，顺便埋一下吧。到底多困难啊，连个台灯都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是9到12部分，开始吧。开的石膏又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还蛮尴尬的，梅家居然是他的同父同母异父的弟弟。
有要做这种黑色的笑话吗？这我真的笑不出来。好，又有新的了，那我要买什么嘞？哦，点击游戏还 OK 啊。
干，我刚突然觉得好恶心哦。好，那游戏影片这边告个段落啦。其实爱丽森还是很介意，说她还是很怀疑她妈妈到底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才找她来帮忙。那就我的感觉啦，应该并不太是啦。活到那么大的岁数还这么想，真的是有点不可取啦。那游戏影片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啦。那之后我会找时间拍摄13到16，那应该没剧的话，应该都尽量可能都是3部3部，这样比较快结束啦。那希望之后能够有好一点的结局啊，不要再像当第一部一样有人意外死亡，那真的有点靠背了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